马拉松啊？就走秀的部分就觉得是很新鲜吧，因为也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子在走秀，然后也很紧张。在路跑的部分就是呼吁大家说可以多参加这次万金石的马拉松，然后因为它的不管是它的等级或者是它的路程，然后都是一个 很棒的安排。本来就是没什么表情，没有啦，就是因为比较紧张吧，然后就是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这样子。要聊一下，还有试看他们穿的。对啊，其实因为我平常穿衣服也是差不多这样，就白色啊。对啊，然后加上这次万金石的一些设计跟它的一些英文字，对啊，蛮酷的。有机会的话，想要挑战一下马拉松。不会，对，因为我跑不到那么长，对啊，因为我现在是标枪专项，对啊，我们最长距离顶多跑接近200公尺，对啊，然后但是之前有跑过万金石，对，但是不是主将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国中、高中的时候都要参加，然后就会有 A 队跟 B 队，然后就属于 B 队，那就是志在参加，不在得名那一种。那你可以分享一下。就会看啊，因为你就知道一直跑啊，然后就很累，身心俱疲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旁边。但是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会有更多的民众来参加，然后希望更多人一起来参与，然后一起带动这个运动风潮，然后也可以一起欣赏万金石的风情这样。